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七局的对决。我是王瑞，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刘晓光老师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这个农心杯这么一项传统的三国擂台赛。是的。那么今天是进入到了第七局。那么今天也是日韩的这么一场对决。今天呢是就是下到第七局呢，这前面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每六个人都是一胜，都是没有取得二连胜。对，以前呢这连胜啊，多次发生，是，包括我们范廷钰啊，过去连胜的记录很好，但是呢在昨天输给了这个井山裕泰。昨天那盘棋也是大家如果看的话会觉得非常可惜啊。有点遗憾啊。是啊，期待着他的连胜。但是那个范廷钰昨天也是意外的，不是意外，就是说属于这个也没连胜，他是跟井山裕泰应该说也是实力相当。但是他势头很好，但是这个形势好的情况下突然间就意外的。好像出了一步这个失误吧。有点遗憾。对。今天呢就迎来的日韩他们的对决。那么就是下到现在呢三国呢其实又回到了起跑线。没错。这是井山裕泰的这个。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实时画面。就是井山裕泰。这排在第一位的井山裕泰。对。第一人吧。他这个排名是第一位，但是现在农心杯他是第三位出场。是的。井山裕泰也是实力相当强健的。是是。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他的棋局。井山裕泰和这个韩国的变相一。是。那么现在目前的形势呢就是中日韩都剩下了三位棋手。对，就完全又回到起跑 线一样的。好。而且都是一胜，前面六个都是一胜。所以希望看今天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日韩的这个对局。好的。这盘棋呢也是重新拆先。那么是变相一，韩国棋手是拆到了黑棋。好的。星位，对，小木。是的。行。也是小木。井山裕泰也是农心杯的常客了。那当然，他是在日本的首排在第一人呢。第一人。在像这个农心杯都是这种是顶尖的比赛了，他肯定是要常客。对，这是他这个下巴，是他第十次出战农心杯。十次我相信那是必须要出场的。这个下巴现在这个井山裕泰啊，他下这个小木是比较多啊，你看他下是吧，他直白的尖顶跳。对。然后这个黑棋呢就按普通的下巴就拆三。立二拆三。但是我看以前是拆高的多，就是 AI 的拆高的多，最近给的这个提示啊，它是拆二，这是普通，这是老丁式了，是吧？这应该说没什么不好，应该说没有吧？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下法。常见的下法，或者说这个下法，如果我的话，也许，你这个挂角也可能。现在 AI 的下法都是这样的，也居多这个比较多，但是挂角应该说没有什么疑义，应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下，尖顶走丁式，然后呢他拆一个三，而且低拆位，然后白棋挂角，非常普通，是吧？一间高架，这一间高架最近出现的频率也不少，是吧？也很多。对，高家这接下来白棋的变化也很多啊，有很多选择。那当然这个老丁式，这个几十年的下的都是这个丁式，然后他跳一个或者飞了是尖呢或者是怎么样，非常多。太多了，什么拖啊。这个太多了。变化非常多。这盘棋他选择的是拖线。因为像这一类的丁式啊，过去最早啊还是日本丁式，就这个变率特别多，就像这一类的下法啊。他是走的这个，这个以前是下这个也很多，是吧？现在他是走在这里。尖顶之后飞起来。可以飞起来。你飞起来这个呢，他希望你比如说靠了或者怎么样，你尖他这个他是希望的。这个跟着走他顺路攻你。这个黑棋可能预计希望是走成这样。对。这样的话他这个头高一点。他最希望是这样。
你顺着两边走，这个黑棋呢就比较顺畅。他觉得你这是重啊，这个他觉得这个定式黑棋很容易很好接受，他希望走成这样。但是呢，这个白棋，白棋走变招了吧？白棋就没有按他的走法，他走拆这个，拆这个，其实也是考验黑棋，就那两个子啊，可气，但是把这个好点给先浅拿到。对，这个明显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点，对，很吸引人的一步好点。对，姐，这个是景山裕太这个。像这个呢，他掌握的比较游刃有余啊。他觉得这样一走呢，对这面全局来说啊，对黑棋来说可能是一个考验吧。你让你吃了里面可能味道很多，看你怎么补。是这个这两个子看起来在这一带还是有一些余味啊。有余味，不管说是以后啊，他现在还可以不走，以后他。哪怕走这个，靠断呢，可能稍微的有点强硬，要看征子了啊。现在他看看他走什么？他现在脱先走这个，抢这个好。他那面置之不理，先把大的抢一遍。这个下法也是挺好的，这个白棋显然是一个两翼张开，这个两翼张开，对他先把大的一抢，像这个景山裕太可能对这一类的。这种布局啊，可能是比较熟悉的。黑棋。刚才说这一带其实有些余味，那么边向再补一个，对他又花了一手棋。这个地方花的手数不少，不少。这样的话，这个角是吃的比较。角是当然吃着了，角是吃着了，但是这个棋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吃的怎么样？会不会觉得不？他白棋的步调还是比较快。应该说两分，两分啊、还有这里面的味道啊，还是一个军事。看怎么补，像我是觉得吃的是不是小一点或者大一点，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有这种心情。是的，毕竟这边的手术是比较多的，想能大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吃这个也比较稳当，然后白棋轮白棋下，白棋下呢那个味道呢，下一步看怎么走啊，他是在打入。是吧？对，是黑棋。像这一类的低位反而打入啊，更加的有利，就是更加的那个什么。打入的一方更加有利。更加那个什么，你要高位的打入啊，他可能就让了，从上面走了。低位呢，他白棋有一个反包，一个下法不一样，所以呢，很多现在棋是走高位的居多，我看到的啊。好，我们看实战，他走这个尖。刺，这是先手，这是黑棋的权利，对吧？先过之后上面压，压一个是最普通，最普通是压一个，也有啊，比如说干脆不走，或者这个稍微可能是不是有点儿，先从这边压，先从那边是不是？压，如果说白棋在这边硬，对，他希望是这样，对对对，他也可能就这样了，就从那边走，就干脆从这头走了。那这边不怕白棋跑出来吗？比如白棋。对。那我只能在这。对，这反正是就是说有没有这种下法也是一个说法吧。以后立了什么之类的啊。这就是力量比较强的下法。对。乱战。干脆就给你乱战啊。现在他是靠一个，对不对？实战。对，实战上面靠压。靠一个，好。白棋先在这边尖冲。尖冲一个，这个也是比较虚的。对，这个黑棋已经非常厚实了。对，他弃子，弃子。这个再来尖冲。来给你搞搞味道。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战术。一般就是说你这个被挡下来是有点不肯吧，这挡下来有更加有味道是吧，他实战。所以黑棋还是硬了一手。爬了一手。对。卡一手呢，这个地方啊，它反而是有点味道，还有味道，还有味道。比如说，它在这个地方煎一个，也是有一些看不清楚的味道。这一煎有点适应手，黑棋如果说挡住，对，它还在这个地方再来一下，再这个很明显。如果我要是挡住的话，好，我这个反正是我那死棋嘛，你补了很多了，我这再给你打劫呢，我的成本很低啊。是的，这样的话。是对这个劫可了不得，是吧？这个劫很重的，
这个黑棋打起来有点累。哎，对，如果就给你个走先走重的话，这个有个劫财，这个黑棋也吃不消。那我如果不挡，嗯，白棋临间的时候，我看看啊，对，不挡也不好办。我如果长，哎呦，这个地方你看还有东西啊，还有东西啊，哎呀，这个地方劫财的问题、啊、依然有味道、啊，哎，有劫财，有劫财，这已经有出了、这个点现在用上了，哎，对。那这类段都有味道啊，嗯、是吧？都有味道，这确实是是啊。这个地方他就给你，就是说你赌了两手了，我还要在这里面出棋，心情你就不愉快了，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尖冲完了，下一步是有问题。嗯、现在白棋啊还不走那边，他是走的这个，是吧？对，他现在这个反左上这个是一个高级手段，我觉得反包是好的。反包好、啊，反包好，比这个就除了刚才这个实战的下巴，比这个你要比那个，哎，这个顶比这个好，比这个好，嗯，比这个好。这样的话是比较实惠。哎，这个虽然你是过了得便宜了，但实际上啊、嗯，这个小全局来说并不好。嗯，啊，这个让黑棋走到外面，这只是得一点实地而已。啊、有点这个格局小了点哈、啊。大局并不好，不好。这样反而是吃的小了，就过得小。现在目前来说，从外面反包是从大局考虑啊是比较好的。从外面反包啊是一个这个下法比较好，是全局占优、嗯。你看这个你的粘上吧，是的，粘上。我再一压呢，白棋选择这样的一个定型呢，也是和他这下方的这个连成一片，阵势是有配合的、嗯。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他拖这么单吃呢又不肯是吧，被顶上，你看这个形状不好，以后我立了之后这便宜很多，这个等等、嗯、还要被搜刮，是不是啊，还要搜刮，这个都很难受，所以呢他拖一个呢，这个棋啊其实黑棋白棋也立一个也可以考虑，对，现在马上立这个要搬过，那他黑棋是不是只能来这个，哎，对只能挡住吧，哎，对这样，这个也是，也是那个他搬一个也再搬也可以，嗯，也是可以，嗯，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棋呢，实战他没有走，他单走的这个也一样可以、嗯，他这边力就没交换，他退他就都粘上，嗯，粘上之后，这个棋就后续手段再立啊，也是应该是一样，对，再立啊，嗯。再立白黑棋是，如果他要尖这边，哎、对，一样，再是哎一样、嗯，大概是这样，应该也是这个，对，是吧？以后点一个，哎，这个棋总的来说，就是你黑棋在里面，白棋在外面，嗯，从这个布局啊，子越少，布局越早啊，走在外面的威力就越大，是的，是的，哎，现在要选择是外面比较好。吃的一点给他，嗯，然后实战就是下成这样了，已经下成这样，搬了退了粘上，然后给黑棋落先手，白棋走在外面，应该这个时候啊，现在虽然说是两分的局面，就看怎么掌控了啊。黑棋在这边又补了一手，哦，这个也挺大，刚才啊这个尖，我就说白棋随时是有这个棋的，嗯，尤其这个你看这里劫财都很多，那个尖很是要小心的，是，哎，所以这一补呢，这个再尖呢有就要担心了，再尖可能没有了，它有可能补在这里，有可能啊，嗯，这个白棋要掂量一下，这要全杀有可能，要小心，这样全杀你。如果这样被吃掉的话，那这个尖，那这明显是大，就是这个尖有可能来不及了。对，嗯，有可能他会这么来，所以呢，当初没有这颗子可以，现在有了这颗子再尖，可能有可能适得其反了。嗯，所以呢，白棋不敢走了，白棋走什么？白棋现在是在这里飞一个，这很大，补一手是应该说是。也有需要的，因为不走啊，这个地方那么空旷，所以你要是往上面走啊，这个总是你能吃过吗？这个恐怕不好吃，不容易吃。靠出来或者这里飞一飞。不，我就算走这个你也不容易吃，这更不容易吃了。不容易吃啊，对。要所以呢，补一个要注意，补一个，你再飞的时候，它就要真要吃你了。
或者这个都要吃你了，他真要吃你了，这个也可以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实战。现在白棋显然是把他的这个主要经营的范围是吧，在这一带这一块有可能他变成实地了。他说我这么厚，借助这么厚，然后这个里面你来了我就要杀你，就变成白棋的实地。实地的话，这个配置啊，应该说效率很高。和这个手术啊，你看哪个多是吧？他这个空和这个比起来，哪个大？看起来好像白棋啊，这个是不是效率更高一些？很高，虽然说现在还早，是个两分，哎，两分，哎，就每个就看后面的配置啊。对，哎，好，哎，还也很大气，大气，大气，防止你点三三了啊。这个挺好，这个很大气，实战他走什么？哎。靠一个，哎呦，这个景山九段，景山九段的靠一个，他是说如果这个是不行了，那么这个呢又不肯靠一个，这个很有意思。那如果我搬一个，哪怕他走这个，是不是也借势就扩充了？对，他还是要再经营这个，扩充是吧？有可能是这样，经营这个白棋的模样、对，那他就虎一个，顺势。挡一个，但挡一个这个地方有打了，打断这个，他虎了以后就立下来、这个黑棋的策略是在捞空啊，不，他这个也是没办法吧、那么黑白棋是白棋长，白棋就借势要成大空了，这个实地给你了，这个看看白棋中间能够围多大、这是一个关键，这个拐马上拐，这个是拐，这个这么早就拐了是这个有点有没有觉得我要不要这么着急是吧？有没有心情啊？在脚上先闹点事儿，先来试试硬手，比如说拖了、这个、对拖，对连扳如何？连扳 对, 对，试一试，先试一试。这个反正没有成本是吧？你看你走什么？先问问你怎么硬走什么？如果白棋就这么打下来，对对对对对对，粘上。如果我就这么打下来，那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已经有一个活角了。哎，对对，这不行。那我打了之后，那我粘 上。对对对对，这里面会不会有别的棋？就是说啊，比如说他走这个。对。这个我不敢在外面硬了，硬的话，这个一拐过去，对呀，要活了、那我只能立。啊，那不是这个，就是说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哎，对，还有以后有点棋。或者说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再现在先冲、先冲是不是好一点？先冲我也。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哎，反正有点味道了。我是不是也得立下来？有味道，这个不是他以后，你看他这个断，这样不是就以后有点味道吗？比如说这样，这样，或者说单走这个，单走这个也可以，单走这个，单走我就得挡住了。对对对，要争子有力，就这个，是吧？对，你长了我挡，争子有力，是吧？哎，这样不是就闹出点事儿了吗？是吧？或者先拖一下，先问问看。哎，对对对对，看怎么选择。我是有这个心情啊，想拖了连扳，先观察一下白棋怎么硬。你敢不敢吃我？那么如果敢做这个交换呢，就可能会对那个有产生影响。他是拐了，他马上把这个交换掉。交换掉这个多一个子啊，他以后有就下决心，更加的下决心吃你了，就下法不一样了，有没有这个感觉？有点，但这个他拐到把黑棋，是不是觉得自己目数上是便宜的啊？他比较我就是拐的是不是早一点？就是我就是有这个心，也许他的是个他的判断啊，有的对的、就是，他干脆就是也是他一种想法，他说干脆我就彻底捞呗。对，就是捞空，我先把这个脚边边角角捞了，对对对对，我捞再从中间来牵线、那个时候再说了，这也是一种下法。对，他是走的这个哈、哇，这个地方他这个是个特别难的地方，在哪个地方选择？我要是我心情，比如说我觉得不够了，我就往这儿走了。对，他是往这儿，往这儿呢，他觉得你走这个呢，我就给你了，是这样吧？我就给你。就是这个中府的进一路还是退一路就比较难，比较难，要这个判断、对，需要判断。像这个中间的这个选择，特别特别需要这咱们那个人工智能的 AI, 很多他给的意见呢比较准确，然后他拐一个，对吧？顶一个，实战到此，是吧？然后白棋走什么？白棋现在上面尖冲，白棋倒是也没有来围，在上面尖冲。
啊，他现在也是选择，他觉得这么围啊，他没有自信就赢那个空啊。嗯。哎，黑棋就给你了。哎，如果你吃的话，你比如说你要这样吃我，那你我估计你是这个应该是没这个水平。人家黑棋已经是比较客气了，没有再往里面进。这个是没有勇气的，这个应该，因为你这个我倒希望这样。所以呢，一般像这样的情况呢，一般或者哎在别的地方先试一试。嗯，哎，这个是最常见的。对，而且刘老，你看他中府现在这一线、白棋这一线已经很厚了，对，脚步基本上是吃掉了。是，那么他在围可能。对，其实是增长的是这一些，是吧？中府这一点空，所以白棋呢，像现在这个局面，实际上作为、我作为棋手来说，我感觉像这样是最难控，就难掌控的。嗯，也不知道是围好呢，还是怎么往里走好呢？这、就是一个翻难的事儿。是、这个比较难算，到底是互围还是互破？哎，对，需要你的判断力，看你的这个要考验你的水平。对，要看棋手的选择。哎，那么景山九段他选择是尖冲一下破控。嗯，破控的话，哦，这个棋局就乱一些。不是这个，这个是最普通的，对不对？嗯。哎，如果你这个是不是黑棋要这个，会不会？啊，或者说。他觉得这样太普通了，哎，没意思，啊，走这个，这个是其实还比较少见啊，这里尖冲下，这边靠，对对对对对，有点，嗯，这个下比较意味深长，对，有点让子棋的感觉，多意味深长，意味深长，哎，这个有点让人摸不住头了，是吧？对，看看我们看看黑棋的下法啊，边象一它上面搬搬。把你白棋变重哦，这个下法有点意思啊。白棋哦，哎，白棋这样子下，嗯，会不会觉得有点重呢？他你这个中间呢、这个子啊，他走的多的话，他有可能对他会不会有影响？他其实还是瞄着这个子的，有也有可能。啊、这上下是有关联的。这个下法有点意思，嗯，有点意思，嗯。然后黑棋现在。单长对，嗯，这个不敢啊，这个。那如果那再长吧。对，这样，打吃。打吃，争子是显然是黑棋有利。那我干脆我争子的话，我敢不敢这样？这就乱战了。不是你这样，我给你闷死。这样形成转换。你觉得哪个好？啊，这个好难啊。好难了啊，这个有点魄力了。嗯，这个给吃掉，这个可能不是说第一感能判断出来的，得去仔细的去点点目、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嗯，这在双方都有魄力才行。哎、对对，这个敢不敢往这儿想？嗯，他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不敢，因为什么打吃啊？他还有计算，就算如此，他可能这个他也受不了。我觉得啊，他可能这个他也受不了。你觉得呢？它长吧，这个得 长。我搬的。嗯，这我都得，这都命令我得。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哦，这个可能你就受不了。这个要不需要那个。已经要，已经是要见和了。这个加要加一个，对对对，都有可能。如果拐的话，您先搬再搬一个是吧？嗯，搬一个。先把这个延个气。对，这个加你也受不了。这种这个都没有，不像有，不像有啊。我再把这有没有这种气？哦，这个它就算活了，都可能不见得。不见得那个什么，他就算活了也不便宜啊。比如说，嗯，哦，这个，打掉它吧。啊，这个可能不行，这样不行，这样子黑棋不太好。黑棋不好，脚上有活棋，这里有夹，可能不行吧。不知道，很乱，乱啊，乱战，乱战。那么我看看实战啊，好不好？好，哎，我们看看实战。这个下法有点，它是断一个立下。啊、黑棋就是立了，简单的立。打一个。是的。那黑棋的下法很简明啊，看看。简明吗？就这样子把这个子弃掉。嗯。实战就这么下的。对，实战的下法是这样的。然后这边搬啊，搬一个，嗯，搬一个什么意思啊？他就你挡了之后，他就脱先了，嗯，如果不搬，
如果不搬，他以后立一个。我们说了这个，如果不想让他挤着先手，那我是只能挡住搬。嗯，他这个这个，还是先手。嗯，对，他都走这个。嗯，看这先手是吧？完了之后他立，哦，直接就，对，直接就先手了。马上你这个没活就得跑了。对对对，这一下子你受不了。哦，那他先搬到的话，那这个好了。哎，这样至少我有打劫了，至少有个打劫活。哎，就那就差很多了。是的，哎，这个的就走成这样，他就你要走这个我打劫这无忧劫，这个差一手棋了，这个受不了。他就是说想走那，但是呢这个棋啊，白棋黑棋也有变数，就是说啊，你立的时候立你走这个是吧，大概这样，大概是这样。我点的时候你干脆就牺牲一下走这个，但是被他立完你再走这个那也很痛苦是吧，所以他要先搬掉。这个要抢，如果能交换到肯定不亏，交换到他不亏了，就可以了，就希望能够先手便宜的白棋脱先了是吧。对，现在白棋脱先。白棋是走脱先走这个是，哦，走这个从这面来进攻。现在白棋在上面呢，交换了这些变化之后呢，是变得很厚了。对，现在来进攻，看看现在这个攻击的效果啊。哎呀，这个棋看起来白棋感觉还不错啊。你觉得白棋不错？我觉得感觉不错，因为这一代这已经是有一些有点接应了啊。被他提一个是不是也挺厚实，作为中央的是吧。它长。长。好。它再压啊。那就再长对啊，如果咱走爬的哇是吧，单长可能这样的白黑棋再来搬了，在中间来马眼啊，是不是双眼就来做眼。对，这里有断，这里有那个，那就粘上。对，白棋粘上。这棋如果只是马眼他倒高兴了。如果你比如说我只是做眼，那我就高兴了，给你做眼就给你做眼，那样倒高兴。但是呢他可能不满足一次吧。他是飞的。啊、哦。对，长出个头。好，我们现在跟实战已经同步了。同步了，下成这样啊。对。因为这盘棋呢、也是北京时间1点钟开赛的。那么农心杯呢，也是先是每方有1小时的保留时间，是吧？对。所以这个下到现在我们将近1.5小时。那就还有正常是到时间一般呢是不会有人读秒。会有人读秒的这个。不会有人读秒的啊。每方1小时，现在是现在不到2个小时。对，现在一般的可能没有还没读秒啊。到最后呢一般是都会读秒。这个我下过这样的棋，就是农心杯我参加过。这个叫最后是保留1分钟。它是不是像保留5分钟。对。所以呢，就是只有一次。一次的读秒。所以紧迫感很，你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是。直接马上就是要1分钟的读秒，很紧张。对，没有这个缓冲的。对，还没有，你心里要没做好准备的马上就不行。就是1小时用完之后直接进入读秒，60秒一步。是是是是。啊，我看到现在他们说是景山现在还剩下11分钟。11分钟。那黑棋还有27分钟。那应该景山用时还多一点。对，现在这个长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出头，但是我看这个评语上说白棋现在形势还不错啊，是这样吧？白棋是好像说还白棋还稍好一点，稍好一点是吧？为什么稍好一点？可能在中间这个走没有什么亏，或者这个形状不错啊，是攻的黑棋。但是这个我自己感觉啊，就是白棋这个掌控中央啊很难，要我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往哪里走，觉得非常难的一步。对，就这个怎么来攻击啊？对，攻击的这个收益在哪？我可以提点疑问啊，比如说这几个黑的下法是不是就适合啊？
比如说啊，我比如说我靠可以考虑一下，那我连扳是不是有这种形状呢？嗯，我要我有可能会往这儿想，他是怕打吃吗？打吃，对，打吃，对，这样，对，这样想吧。对对对对对对，那就这一类的会不会？对于来说，形状上会不会有好处？腾挪害怕白棋的别的下法吗？就反正我是有这个疑问，要我有可能往这儿想。哎，这一代刘老，这一代黑棋不用担心这个是吧？不，这样的下法，我觉得就是给白棋制造点麻烦，我是这么想的。哎，比如说。你冲断我当然高兴，你可能是这样，我就这个紧着气，哎，这样呢，以后再藏在这里，就是会不会有点麻烦？嗯，那么再说，我这个靠啊，既然靠要藏的话，这个交换呢，那干脆就单跳不就完了吗？啊、哦，不让白棋先走、哎。你如果尖，我这个就不走了，我就再走这个，这样不是就更加的留有余味吗？嗯。是吧？那这两个就不见得要交换，对吗？实战就走成这样。白黑棋的实战下法是更注重自己的。我觉得这个下法是白棋受欢迎的。你靠完之后，他粘上，白棋下的后一下，他联络了，就白棋还是很高兴的，对吧？是。他只要联络，哎，实战我们看看啊，他们，现在到这个时候，这个变相一。用时少于对方的这个变相一进入了考虑，哎，他现在在想黑棋，现在哎不，现在是白棋，白棋，对，我弄错了，白棋挡住了，白棋挡住了这个棋，这个地方倒是说啊，应该说是现在。还是说里面没有彻底活。刚才您说是就是立一个啊，还有这个都没有彻底活。哎，现在立有没有变化？我再挡。哎，他有没有再挤的话，是不是他有没有这种？哦，这个并不可取，并不可取。他比如说这样，也不并不好。哦，并不好。对。我倒觉得他可能是这样，你挡的时候啊。他有没有可能走这个？走这个打吃单打，这样呢，把你的眼位啊先给。对，我们刚才因为前面说，如果交换完了以后，变黑棋牛子的话，可以打劫。现在怎么打劫？不，我就刚才如果交换了之后，这边多了一个子以后，留了打劫，现在先打。那么，这个棋，对，黑棋如果粘的话，那么他再收是吧？这个你就难受了，对，是吧？我如果尖的话，这边就度过了。对，这有点。你可能我是怎么办呢？这个，这个有，我再想想啊，这个棋有点，这个路子有点奇怪，这个有点奇怪，这个倒活了，这个你倒活了，这个还真活了。不管你走哪个吧，走哪个都是活的。这个这样白棋不好，这活了。哦，这个你活了，你这个是有可能是个好手，这个好手，活棋的好手，好手，迅速做活。看来这个不见得行啊。来，我们看实战。实战他挡了之后，黑棋走什么了？黑棋现在爬。这里哦，黑棋还是把目标放在这个自己的要回家上，要回家是吧？他不这个不补棋，他有点不放心。搬一个不是单走的啊，单走，他觉得这两个交换合适吗？这两个交换，他飞了，飞对，彻底联络。如果你要是割断我这有个冲断，对吧？这个子跑不掉，跑起来我就联络了，你爬我挖，对，是吧？那么说，要是这样的，是不是有尖呢？尖有的，尖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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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的话，它是可以
可以那边放。对，这边。对，这边它活，这样是活了。嗯。哎，这它一做就活了。对。是吧？所以小飞一个基本上，这个大龙这块基本上，哎。好，当然关键它这块啊，这块没有活啊。白棋要瞄着这一块要动手，嗯，比如说走这个，他只能挡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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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他走这个，我估计他走这个。嗯，然后你点的时候，他就算了，不要粘了，就走这个。嗯嗯，你吃我这个，我哪怕最笨的我也活了。对对对，是吧？干脆就拉倒了，这边现在还是活棋比较重要，因为现在外围啊，嗯，这个封锁已经是。白棋已经是封的比较完整了，嗯，是的，还是做活是做活比较安全哈，啊，对，做活稳妥。嗯，还有一种下法，还有一种下法啊，嗯，是这样，它可以煎这个，煎这个，煎这个，嗯，煎这个，煎这个我。只有粘上，那我只有粘，对，只有粘，对，这样。哦，哦，这样子来，啊，嗯，这里面是这样，你就没活，已经是个大眼了吧？对，我团，我如果团，嗯，就锦气就可以，哎，就锦气啊，就锦气，嗯，那我也就只能受气啊，打吃也行，不是点也可以啊，哦，受气。哦，不对，对对对对对，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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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这样活了，活棋活了，嗯，他看来是这个棋还不能随便走是吧？他单搬这个，单搬这个为好，那一气就先放一下，对对对，嗯，要不能去紧上面，这一般好像已经是不是已经，哎，你是不管是走哪个吧，这个。对，但是这样子一盘那边一搬是不是已经死了？呀，啊，对，这样这样的搬这个它反搬啊，嗯，就是看，哦，就是看外边这边的这个味道了。对，如果说要吃的话，就得来这种棋，就点进去比较猛。哎，这个倒是说，然后但是外围呢，黑棋白棋是有一点没有那么厚，是吧？吃目前来说可能吃不掉，目前来说，嗯，就算这个也吃不掉，啊，这里要也吃不掉，嗯，但是这个棋白棋至少它留着你这个对，随时有杀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局部是有一个能够杀棋的丁四杀棋的这个一个，它可以先做准备或先做准备，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想看看能不能，要先手啊，我们看看实战吧。实战走了没？实战还没有，还没有，还在考虑。对，实战这手要那个飞了之后，白棋要不要下决心来吃它？哎，刚才我们看说白棋还有11分钟是吧？嗯，对的。那么现在应该还没有进入读秒，所以他白棋还有时间在这里考虑，在这里考虑。嗯，这个时候白棋要是不吃它的话，就是说你现在一个选择了，你如果这么围，比如说这一类的围，不见得有，就可能不见得赢，这个相当于是个选择，这个非常难的一个选择，嗯，还是要下决心吧，还是我觉得要下要假勋先走吧，先交换啊，先交换，他是担心损吗？刘老担心损，那有限吧，这个走这个，我要是我是先走是吧，嗯，虽然是这四个子吃掉了，但是我通过锦气，对，我是要搬一下的，嗯，先看一下，你大概是这个吧，我相信是这个吧，对对对啊，这个好，那大概是这个，对，这个好，这个我也只能粘，粘只能粘，好，这个，嗯，这边，哪怕爬掉，爬掉，对对对，嗯，吃掉，吃这个，对，吃这个，对，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再先保留，再想一想也可以，比如说你走这个还是走什么，嗯，先看看，
哪怕先走成这样。所以这一代呢，白棋要先去考虑一个作战计划，嗯，是吧？这里的变化他已经，我相信他应该已经是，对，算清楚了。嗯，但是因为这一代呢有一些味道，白棋呢现在哦，白棋选的靠，哦，这个棋有点厉害，它是什么呢？如果你搬，我会断，嗯，这个就把那个作为实地不行，这里就封了，对，把这个实地是。如果你走这个，我走这个，继续贴，你长，我有可能动手，就现在在动手，有可能啊，他有可能是这样，这样呢，这样，点，我粘，你走这个，我哦不，先走这个，嗯，点我走，你点我粘，走这个是吧？嗯，走这个，然后呢再搬，然后你棋我有可能点进来，然后硬杀，你走什么？走这个。他有可能真的要硬杀你，真的要吃棋了，有可能屠龙了，有这种可能性。这边多了两个子，对，帮助比较大的。你要搬我就粘，你要打我就长。嗯，哎呀，这个还真的是我很担心黑的，担心黑棋。哎，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真担心黑棋真的这一块要被杀。要这边多两个子不好说啊。有可能。真的是要这面多两颗子，他有可能动手，嗯，一定要小心了。我们看看实战，实战黑棋还在考虑当中，还在考虑当中。这个棋啊，是白棋靠这个景山裕泰啊下的好，我认为是正好啊来考验一下黑棋，嗯，敢不敢？黑棋什么？啊，他走什么？现在嗯，还有时间在这边飞一个，嗯，这是先手吗？啊，这个棋它是不是这个地方本身也很大，对，然后还瞄着这个棋，是这样吗？瞄着这个棋，这一拐是要分段是吧？有可能啊，瞄着这个哦，我如果搬您就我就断了，我如果跳我就挖，就挖，是不是有可能他就再捞一票是吗？这个棋就是说你这个是掉在我嘴里的啊，哦，可能啊对这个也是不是也有点帮助，下得很凶，这个棋看白棋的选择了，嗯，如果你硬一个它就便宜了，嗯，对不对？哎，那我再说别的下，你肯不肯被它硬一个，就是被它便宜一下，还有什么可能呢？嗯，白棋呢？白棋走什么了？白棋不硬的话，哦，白棋搬了一个，是不是？啊，对，先搬了一手。搬一个，哎，搬一手是不是已经围上？已经连上了？没有，哦，搬现在连上，黑棋长。现在是连上，现在你拐它这个多一个子了。哎呦，这个下法是不是它？哎呦，那现在你再拐它就可以挡住了。是断不了，您断不了，断不了了。嗯，那么，哎，那它是有点吗？点也不怕吧？哦，也冲。对，嗯。这个倒不怕，那就已经联络了。嗯，白棋已经联络，现在黑棋等于相当于花了一手棋在这里多围了，对，多围了。是的。哦，而且我觉得下一步点一个也很好啊，这一冲这一断怎么办？是吧？以后有短点。问题是黑棋现在有没有时间来围这个？他已经走了，我觉得白棋再不出手，这个他有点说不过去了吧？要么。还有这个可能性，他如果真有自信的话，就干脆长。长还是搬？长，长就可以了。嗯，长，你要是捕活，他就把这个围住，围这个围住，就都给围死，全部围住，如何？如果长的话，黑棋会不会在这一代是有先手的？哎，是有可能。整体不是有可能先手，是有可能先手。所以黑棋还是要不要就？干脆动手吧。现在白棋，我怎么觉得白棋的选择多一点，好像白棋选择多一点。嗯，哦，黑棋现在啊，这个先捞一票也是考验白棋，看白棋是杀棋还是围控。嗯，对，现在这个很难说。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屏幕上。嗯。我们刚才一直在盯着棋盘啊，在屏幕上可以看看两位棋手的表情了。实际表情。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实都在盯着电脑，现在因为的隔空对局啊，两位都是眼镜，
戴着眼镜，我们那个下棋的眼镜就是费眼睛多一多的，费眼睛多啊。就边向仪和这个景山裕泰啊，他们两个人交手的次数不多哦，他们应该是两年前。两年前，好像是我印象就是两三年前啊，在这个叫国手山脉杯上面有过一次交手。国手山脉杯，韩国搞的一个，对，我参加过一个元老，啊，你参加过，哎，啊，对对，他有过一次，啊，当时是边向仪获胜，边向仪获胜，啊，哦。此外，他们两个交手就好像就很少，很少，嗯，啊，是景山裕泰。那么景山裕泰最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在日本啊。他排明显第一位吧，肯定第一位 啊！现在是四个头衔在手，三大冠，那是棋圣名人本因坊，再加上一个小棋圣。边向仪参加着我们的围甲吧？有围甲是吧？而且边向仪今年啊，这个成绩也很好，哦，现在是韩国排名第三位，第三位，并且今年呢和这个他们第一韩国一哥申真旭，申真旭有个八番大战。哦，他和申真旭的。八番主要是在两个比赛上，一个是五番棋，哦，一个三番棋，所以说，哦，叫八番大战。八番大战，八番大战就是有点可惜啊，哦。两个五番棋是2-3输了，哦，三番棋是1-2输了，哦。虽然这个比分咬得比较紧，那就是说在韩国除了申真旭、朴丁桓就是他，就是他了啊，嗯，三号人物，这个，三号人物，所以这个。嗯，不能小觑啊，这个。而且这个朴，这个边向仪，边向仪，这个很有名在哪儿？网上啊，劳模啊，我们叫他劳模。什么意思？怎么解释？他这个特别的用功。哦，用功的，就是，用功型。在各大围棋网站上啊，嗯，就是这个，非就是下棋下的特别多。哦，比较用功型的。非常用功。哎，他们说叫以勤补拙。不，他这个申真旭也是这种风格嘛，不是非常用。那还是他更还是更加他那个对局量啊，明显是，哦，这个，很惊人的。看来说这个韩国都经常有这样的人物，我们要小心，嗯，都是一心钻棋的人。前面说什么勤能补拙是大家调侃的，像他们这样的天分也是非常高的，对吧？哎呦，以他们本身就是天，都是天才，还补拙，这就更厉害了。像我们这个连拙都没有的怎么办？又是天才，哎，又很勤奋，哎，对，我们看实战。好，我们看看实战有没有落子啊？嗯，对，现在啊，要下了不少。动手了吗？动手了吧？应该这动手了，动手了，该动手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该动。他先在这里交换一下，这个飞对。哦，那就把这个给灭了。哎。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对，比如有一个变这个变化，有这个分段的，有这个变化，嗯，它飞呢就是说卖味道，还有一个什么可能，它以后啊，我急了我会有一个这个要求这个，要求这样这样这个这样绝仙，对，要求一个这样那个我就不考虑了，我就要闷杀了，这个倒也好，冲了之后我以后万一有这个呢，是吧？那就杀这个了，没有得考虑了。是这样吧，实战已经这样，对不对？嗯，然后搬一路，对不对？哎，哦，哎，他是粘，哦，这个还有什么变数？如果我走这个，难道还要怕这个吗？也许怕这个，哦，怕这个，他说干脆我这样呢，有可能打劫呢，哦，有可能这样，有可能打劫，他就硬杀了。嗯，这倒是直接，干脆我自作，杜绝这个打劫。杜绝打劫，你只有收气，是这样收的吗？那再走一个，这个倒是没变，比较清楚，没得变，没得变，这样吧，实战是这样啊。哎呀，这个棋还是挺精彩的啊。实战已经走成这样啊，对，现在是走到这里了。哦，这个就没得变了，这个是吧？没得变，是一本道是吧？这个只能如此，你打输我就粘上，没有用，是吧？嗯，跟那没有啥大用，跟这边没关系。哎，啊，我们看他还没走，但正常应该是要走了啊。他这个总是要，嗯，看他要不要对开杀，对，是。这个棋现在等于多了一手棋之后，他这个地方有没有点什么借用？嗯，借用呢，就是说，如果你走这个，嗯，我相信他会走这个。如果你走这个，怎么样？考验一下。那我们这里得有个白子。嗯，对，他当然之前我要先提了，让你做把你走中。嗯，然后。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有
这个管事先生，对对对对对对对，做活。我再往外，在活这边。哎，对对对对对，这是不是再说了？那我刘老，我要不要先？我不先别走这里，我先拐呀、啊。哦，先拐一个。我先拐一个。先拐一个，先拐一个。他也许是不是走这个变数不知道了，这个有点变数不知道了，真的是一个考验，考验，考验。不过他还有这个，你受得了这个吗？就是说，比如说他走在这儿，嗯嗯，你来吃我，我走这个，嗯，怎么办？你还得走这个，那这个这个子有点费，有点费，还是直接那个直接点是吧？嗯，哎呀，考验一下他的决心啊，这个敢不敢吃他、嗯、这个是要考验一下这个景山裕太的决心了。我看是景山裕太现在时间上是不是就景山应该是要马上进入独鸟、实战已经爬了，已经爬了，决心正在酝酿之中，正在路上。这个时间我实战就是这样，嗯，已经下到这儿了，爬了啊、最后一招是走了这个棋呢，我觉得它在酝酿之间。嗯嗯，它爬的话，那么黑棋只能收气啊，是吧？你走哪儿？收这个？要不要打一个？要不要打一下？嗯，打一个锦气虽然没啥用，好像没啥用，嗯，也无所谓，打掉它会粘上，我想是这样。嗯，就这个，我搬一个。对吧？嗯，他在齐了，齐，走粘上，这两个要不要交换？会紧气啊、哦？就这样的话，紧了白棋一气。哎，紧一气可能也许有一点点作用，嗯、不知道。那对黑棋来说，这边多一个子没有，有没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对白棋会不会紧气、哦？有没有关系？细腻一点，要不要把它打掉？哎、是吧？这就变相一的选择了。我觉得打掉可能有点变数，这个中间看看有没有问题。我走这个，你是要走这个的，是吧？然后我单走这个呢，单断会如何？单断看看如何？单断，我想你有可能走这个，是不是？走什么？考验，考验你，考验一下。单断可能让你有点为难一点。嗯，走这个。是不是这个？对，长吧。如果长，那我再走这个如何？那我能走？嗯，那我能走这个？好，你走这个。如果走这个，我长一个，长一个。走这个也不太好。长这个你受不了、这个。我要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行，我大概也只能走、这个。哎，对对对对，走这个。这个很难受啊。嗯，对，怎么办？怎么办？对，这个，但你又压一下。我就这个，走这个，好、嗯，走这个啊，走这个，还真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的。你说我要压你一个吗？这个棋，压一个，压这个是，这个压我可以这个、嗯，啊，变化多多，变化多多，真的是变化多。比如说打这个，打我就跑，嗯，变化很多啊。变化这个呀，嗯，哎呀，这样的棋，不这个我又没有打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非常复杂，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对，这里还有一个扳，这里还有个扳。就我之前这个管不到吗？不能说以前，说现在，这是非常复杂的棋了，非常复杂。嗯，就这个杀棋啊，局部虽然是能够吃掉、哎、啊。局部是黑棋不活，但是你真吃它，中间还是有很多变数的。这个时候需要你决断，而且咬牙。如果你算准了，哎，我看看实战已经决断了。他就真的景山九段是吧？景山棋圣已经决断了。他也不打，没打，是吧？他也没打，好像没打。他提了，提，然后点进来，义无反顾的点进去。我想他会断一个吧。我想他会断。对，断一个，如果这个地方接应啊，接应对的话，嗯，那就一举胜负了。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个闪失的话，你有可能还没断。我相信他可能会断，是要断、嗯、是吧？不断的话，走什么？
现在很想看看他们二位的表情。我觉得要杀大龙啊，这个棋是吧？杀大龙，这个很精彩。对，杀大龙，他就点进去，点进如果杀不死，你这点进损两目不说，损两目，而且自身外面就损很多了。哎，你现在黑棋白棋点进去就那个什么了，就一口气要闷杀呢。这个棋啊，之前其实黑棋是有机会补。这个点进去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搬了，嗯，连搬，干脆我让你去做活去，嗯，是吧？实战，刘老太已经他们下了，连搬也是一种，连搬一种选择，连搬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下法。你要去做活给了，就是、我就把全部都收兵了，收兵了，收兵了啊！这样白棋应该。是不是放黑棋条生路？哎，对对对，这样也行。但是他就直接就上手了。对，这个上手，如果吃不着，那你就完全是不如连扳了啊！如果吃不着，那就不如我这个连扳。这个景山，我觉得会断。景山棋圣、这个，他没断吗？哦，他是扳的。对，叫建功的时候了啊，他是扳一个扳。我怎么有点觉得为他捏把汗？难道是他要退吗？是这样吗？我怎么觉得不应该啊，觉得扳是不是有点不如断，是吧？是的，我感觉是不那个什么，那这个做活是应该是那个时候，这直接就做活啊，不应该吗？这不就打吃了吗？他是要扳这个味道留到这儿，他跳一个，是这样下的吧？对，然后靠一个，是这样下的。嗯嗯。哇哇，这个棋下的有点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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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狠。这样子，哎，把他是说你走这个，我肯定是这个。嗯，这里面就闭着眼必须要杀了。嗯，哎，现在白黑棋这么跳出来，刘老对对，挺好的形状。这样跳出来，嗯，好吃吗？这变数有点大，变数有点大是吧？嗯，这个。但是呢，我们作为观战者呢，倒是可以欣赏，嗯，好好欣赏一下。好，欣赏，好欣赏。看怎么样吃棋是吧？对，吃棋。一个是要杀棋，一个要做活。这个矛与盾必须的。现在是这个，这个倒是真的是比较刺激了。你再冲冲一个怎么样？冲冲一个，刚才我这个如果打一个更加好了。先打到打到会好，比这个好，嗯，成算更大一些。对呀，啊，如果这样的话，没打到，没打到，应该打着之后对黑棋更加好，因为这个紧着气呢。他冲着我会冲一个，一冲，他是不是双一个？还没走，他点完之后现在还没有啊，双了，双了，双吧，嗯，啊，要被这个可能被冲一个，他可能受不了，不好不好接应。双的时候，现在啊，白棋落子的速度明显快了，因为他已经读秒了啊。白棋已经读秒，黑棋应该还有一些时间。这个呢？这个呢？嗯嗯，这一冲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和这边有关系吗？有关系。这才可以拐一个。拐一个是的。啊，要是嗯，要是来杀我这个，只有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嗯，会不会有关系？猴一个，猴一个，嗯，对，猴一个，猴一个，这是不行的，它只能单断，单断，单断，这个只能单断，单断，对，单断好，不可千万不能去，这两个不能交换。我如果贴是什么？嗯，贴一个。切一个啊，这个棋考验我，考验我啊，啊，考验我，考验我，考验我！哎呦，这个棋我还真的是，还是气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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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复杂。哎呦，这个棋是要棋，这里是什么尖吗？嗯，是。就白棋也气紧哦，这个地方，读秒声中啊，变化还是很复杂，非常的复杂，非常复杂。我们看看他实战，他是，嗯，这个好像我看不出活路。我实战他已经没有敢冲啊，白棋没有敢冲啊，是，嗯，
你这个摆次序是否有误、啊？是我的次序有问题吗？先冲的吧，是白棋冲过来，我看白棋可以啊，他是先他走这个111、112、113，哦，是过靠的啊，对呀、啊，他不冲过来，他是拐的，对吗？对，然后贴靠、然后他挤的。然后冲，然后挤、等于就是靠的时候白棋没有冲啊。对对对对，如果冲过来我看看这个棋不行吗？为什么没有冲呢？不行吗？这个显示的白棋要真的要杀大龙了。可以，白棋可以，它是实战是我们先看他拐过来吧。其实拐他也能，好像也是白棋好。先看他拐。哇。哦，他这个棋是先手是不是？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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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是跟这边有关系。有关系。要杀大龙。然后，哦，这个棋真的是。他这个粘也是必须的。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有个断呢？这个受不了，是不是？不能吃了，这一吃这一断打就完了。对。所以这个棋它只能粘上，粘上实战就是这么下的。那它可以尝一个，它是搬的，搬哦，搬的时候黑棋白棋拐，这个棋好乱啊，能吃掉吗？中间一下放到空里来了。太狠了，这个下放到空里的话，对白棋来说也没有什么退路了。白棋吃它的概率很高，是不是没有退路啊？没有退路。我觉得你要是被它活的话，这个棋又咬着牙要吃吧。一靠，这一靠，怎么吃？怎么吃啊？我顶一个。现在也是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啊，刘老。现在黑棋，这条大龙能不能做活，其实就是本局的一个胜负关键。对，大家就是拼这个什么了，这个就看能不能做俩眼了。所以我们可能也给大家稍微卖个关子，这里啊，好的，我们现在稍作休息，是不是？让大家喝口水，过一会儿回来。好，待会儿见。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个棋局已经是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是的，中间黑棋大龙的生死就应该决定这盘棋最终的杀大龙走向。这个就是景山裕泰啊，他就是下决心要吃这个黑棋这一大个条龙，剩下他也不管了。从点开始，对，这个就是一条路了，一条路了。这个棋呢就进入白热化，然后是应该说吃掉的可能性非常大，非常大。现在白棋顶、顶，对，这个就一门心思吃就行了。然后，哦，这个点也是要害，我觉得就把它眼位给拿掉就完了。对，现在就是一个直线计算，是吧，刘老？直线，就这个地方啊，不用考虑太多。我倒觉得这样啊，我倒是像这一类的棋，我觉得倒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路数少，可算的地方，我就怕那个虚的地方。这实的地方，我倒是喜欢有目标了。哎，对，目标抓住，你不要动就行了，不要放就行了。现在这一点，你只有粘粘呢，我这个也要断，你只有粘，对吧？那这个地方有飞下来还有点味道，那赶紧补上吧，补上这个就安全了。我看看他。补上你搬一个我就挡住。这个是这样吗？这样有问题吗？他没有补这边。不，如果补呢，如果补这边是吧，补这边也行，上面两个眼位不像有吧。走这个打吃粘上就完了。粘上，这个地方你飞不住，飞了有靠断。对，我这个地方还有回家。对，不怕了，也不怕，不怕了，这个不怕了。你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你冲断也没关系了，好像不行了，这样不行。就是补这边好像也黑棋也不行是吧？这样黑棋好像就他这儿又回家，这儿又回家。你这个地方你已经路断了，
没有了，这个已经不行了，好像这个再压一个，压个就虎柱也没问题，走这个就端打，打了提、这个两个眼位只要保证没有了，这个比较简明吧，这个就虎柱就即可，虎柱即可，虎柱这里面没有棋，实战它是没有虎这边啊，它是单挡的这里。哦，那单挡这边飞下来有没有问题？它是飞，它拖过，飞它拖一下，拖一下，拖是已经啊，这个倒也没问题，嗯，因为你搬它有个冲，对，我这个一猴，你这个不行，接不归，你吃这个我就走这个，这都没啥用，所以这个下面等于是下不下来，这个有用吗？这个没用，好像这个也没用，没用，这个没用，是不是？嗯。这都没有用，这因为这个都这白棋还是挺厚的啊，这边下不来的话，那白棋只能啊，黑棋只能在这个地方走，只能这里想办法，它断断，那就刚才说这个打吃粘上呗，对，打吃粘上，哎，打吃粘，你只要这个，这我靠断，你走这个我就回家啊，断也行，就这个即可，这回家了，嗯，这个就很简明了吧。把这还吃掉还有什么说的，你这个回家这个就简明了，这个棋你吃哪里都可以了啊，这块棋保证你没问就活不了，剩下边边角角给你一点都没问题，这个棋就是黑棋不行了，那黑棋看起来应该是黑棋不行了，这个黑棋的好像没有变数了，生路有点渺茫，那要吃这个，吃这个也不行吧，转换先煎一下，哦，煎这个，先煎是不是再把这个靠出去，对，靠出去，对，是这样啊，直接断，这么狠呢、啊、嚯、哦、这个气它也这个吃的要不过它倒还真是，这个也没事，这个倒也是 也可以是吧，也没好像黑棋也没有办法啊、哦、这个盘棋白棋也算不很准、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好像也不行，也不行，怎么着都不行，这个我觉得这个下巴黑根本没有看到黑棋有行的这个机会，目前来说，嗯，它长的，长这个它搬住就行了，搬这个。哦，哎呦，这盘棋是这么走的吧？它长了，现在还没搬。哦，如果搬住即可，我看搬住就没有气不够啊，你这个才两气三气，这个这也就多几个气了，这光这个一二三四五这。气闭着鼠也多出三四气了、嗯、气没得收，就当初黑棋这里怎么突然停一手啊，抢了一手棋，现在黑棋好像是回天无术，这个棋啊，这个景山就是赢下来，我认为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啊、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好像没得办了，嗯，因为那么嗯，景山九段要是拿下这盘棋的话，那么可能是近五年以来日本队形势最好的一届啊，这个还有这样的啊？对啊，今天如果他赢，他就是说在三国来相比来说，他就剩三个。因为我们现在农心杯二十三届日本队拿过一次，不对，中国还有三个。是啊，哎、嗯，那日本只剩两个了啊？不，那个韩国只剩两个。对，那和中国是对等。对，我说他最好是跟他之前的啊，之前是他跟自己比。那之前的日本队是有点惨，对，对，近几年日本最好的一次就是上一届是赢了两盘棋。哦，看来日本呢、啊嗯，这个形势 啊，就是说现在最近的成绩应该是完了、哦，最近成绩还是不错啊。我们看到画面是已经景山。景山是结束的样子，吃掉是不是投了的应该是，你看他已经开始是对，已经对话了。最后一步这景山的表情已经出来了啊。哦，他现在是直接拐在这里的。啊、哦、都。就是、拐在这儿，最后一步棋拐这个。拐这个更狠。那就是说这个冲的要杀，那个要杀，上面要杀，两头杀。哎呦，景山九段这盘棋赢得很漂亮啊。我赢得很，赢得很，赢得很。对吧，这个棋。大胜完胜。大胜大胜大胜、嗯。这个棋就把对方啊，就是这要数子的话，这赢的最多的数子不能数，不能数了，这个棋不能数了。这个赢的对是景山，应该说是这个比较痛快的，应该把他大龙给杀掉啊。景山九段，我们现在看从画面看到，你看也是非常的，嗯，
他现在在给记者，我估计是给记者在说，对对对，说棋呢。他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景山九段啊，嗯，说采访之后，一般记者局后采访他说，你评价一盘棋，他的套路就是，刚开局不太好啊，中间啊搞不清啊，后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赢了。哦，还有这样的，我都不知道，这个套路有点意思，让下次你说给他听。日本的这种日式的日本记者比较低调内敛嘛，哦，你看他表情都是很谦虚，他的风格风格他风格，啊，哎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赢了。哦，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那这个景山，这个你对他的评价应该告诉他，嗯，有的是有意思，是从这个媒体上网评的时候网评看到的，对对对，啊，因为我们也不懂日语，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这么说的啊，嗯，对。但我相信景山九段那现在在农心杯上两连胜，对日本的围棋啊，嗯，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啊啊！哎，日本是实际上这个好多次的这个在三国的一些顶尖对抗当中啊，嗯，一直战绩不佳，是或者说很多次啊，还被人说就没怎么赢，就一盘头或者就结束了。嗯，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很多，就这近些年嘛，尤其前些年，嗯，维持了好长时间。所以呢，你像这个最近这个日本，哎，突然间这个状态不错，可能反而给大家哎一个新意的这个的消息的吧，这个这。也许日本是不是又有所新的研究，嗯，不知道，未可知，嗯，所以呢大家也还得挪，也不能小看他们啊，这个是不能小看，不能小看，尤其在这个 AI 时代啊，这个 AI 时代现在是大家都信息公开的，所以呢各种研究啊，大家谁的先进都很难说，所以这个棋呢就是景山是难得的杀大龙的棋，哎，对，是吧，这个，我的印象景山杀大龙少，像这个一门心思直接上手，我要我刚才说这个点呢是不是还有可能搬了连扳中间，嗯，是不是值得考虑，但是他直接就上手了，但后面他算准了，的确把他没有办法。好好，我们刘老我们现在还有些时间啊，好，直播，因为我没想到这盘棋结束这么早这么快，哎，这么快也出乎意料，以为他们要收官，现在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嗯，好，我们从先始从头来，从头来，哎，从头来，这是值得回顾的啊，嗯，好啊，不过这个对面的这个变相一啊，我们就说韩国这个总积分第三位的选手，嗯，也算是农心杯呢，这是好像我印象中第二次出战，对，还没有，他上一次出战也是就一出场就输掉了。哦，让我们从头开，我们从头开始啊，哎，好的，黑棋，对，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小木，嗯嗯，两个小木，景山的小木是吧，然后挂角，挂角，这盘棋有三个小目，小尖，对，普普通通的普招，再挂，对，嗯，然后呢，它是尖顶这个，选的这个是，嗯，这咱们小目，两个小目白棋，嗯，非常普通，然后呢，拆三，拆三，哎，这个低的，极其普通，然后再低挂，两个人都下的是本格棋，嗯，然后呢，一间高家，嗯，这老兵士，然后呢，他开始玩了一个脱先。哎，这个也比较吸引，吸引啊！这个以前我们老丁是都走这个，这个居多，啊，这个居多，啊。这个呢，就是说白棋走这个，走这个，然后呢，拖这个居多，哎，就是属于这样。嗯，哎，这是个老丁式啊，他现在也不可能给他定是直接尖顶。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普通的定式。嗯，然后他走这个。看来我自己觉得景山对这个比较熟，嗯，哎，下的比较得心应手。刚才走完之后反弃子，来个反弃子。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吃的是不是小了点啊？有点，这个的确非常大的棋，这个非常大，对对对，哎，这个白棋下的很舒展。这个很大很大，你在那边抢啊，都不如这一下，这一下特别大。我觉得这种大，如果这种形状那就更好。这个很大很大，哎，所以把这个大的先抢了，那面随你去了。哎，他走的这个是吧？各抢一边。嗯嗯，布局当中
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是两分，但是这个白棋呢可能是有备而来，他下的还是比较顺手吧。对，他是走的这个吗？嗯，打入是吧？对，打入。打入，这尖刺是必然的，这是你的先手，这给的啊。然后他走这个。压住。嗯，这个是不是尖冲了一个？对，现在尖冲。现在尖冲。哎，尖冲。尖冲，刘老有没有可能脱先这个棋？脱先，我挡上是。这里。哎，假如就假如那我挡住还是比较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下一步啊，这个有靠。这个我得补一个，我怎么补呢？对，难受啊！这你走那个还有个靠啊，还要这个，还有这个，你受不了，你可能只能这样，你是不是感觉有点难过？嗯，是吧？那刺这个还先手，这个还只能这样。哎，以后你看我这立还先手，是否有点难过？是吧？确实吃的越吃越小啊。对，所以他就爬一个，嗯，这个。是一种白棋弃子的一个，我觉得是个好方法。嗯、哎，你比如说现在在走这个，这个弃子很舒服，弃子啊，哎，你，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地方一尖，哎，尖一个，走什么难受？如果挡，如果挡，他再来一下这个，嗯，那我这个打劫你受不了吧？嗯、打劫有个打劫，这个是黑重、嗯、白轻，对对对，我如果长，长。首先还是有这个啊、有这个，还是有这个，对对对，这边还能冲过，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这搬一下，你看看、嗯、这多难受啊，是吧？所以看来这个两个子吃的、啊，吃的不舒服，没有想象那么大。不，他是吃，本来是觉得你按丁式你在走，结果你个弃子，我心里已经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呢，吃了半天，我还有点味道，有点不舒服。这个景山呢，这一带他下的不错，哎，你看他就反包你。这个看的有大局观啊！哎，你看他是从上面来，然后呢拖一个他就给，嗯，粘上，看着是哎你落先手了，但是里面呢隐含着你最后就出事就是在这儿，后来就是把这块棋吃掉的，没有活，嗯，哎，搬一个的确很大，这个挺大，哎，再走呢他会那个什么啊？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棋形啊，第一感觉得要没有想到会有死活的问题、嗯嗯、还觉得这个目数还不少呢。对对 对, 对, 对、啊。没想到最后这个棋形很有意思啊，最后竟然是一个死形。对。不是那种他把这个补掉。这个大。很想是往这一带走。很想。嗯。很想走这个。很想出来。很想走这个。但是我们前面说他因为这边呢是有一些缺陷的，所以黑棋呢、哦、还是想自己补是吧？对。但是就是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补好还是说刘老爷像您说的从这边站住？想走这个，走出来。嗯，想走出来。如果走出来的话，他这边半薄，他还敢不敢？再说了，那不管了，走了我再说。这个就是说，被他补上，还是觉得有点心有不甘呐。嗯，你心有不甘，先出来再说。对。出来看你怎么办？我这个以后飞或者怎么着，被你这一手给我吃掉，还是觉得挺舒服的。我要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啊，他这个就不走了，他是走的这个，是这样下的啊。对，实战。然后白棋继续扩张，靠过来。啊，这个扩张一个倒是没想，嗯。这个棋，我说是这个可能我不容易想着。嗯，他就这里这个扩张是一个，也是手段拐。拐这个会不会、嗯、早点？有点早了啊，有点太横了。我对和我是想拖了连扮。是。中间先搞点什么事儿，就是说这样哈、啊，我想先这样。你先适应手，对。刚才我们说吃这个，哎，对对 对, 对，吃这个的话，吃这个给你搞点味道。我先能不能吃这个？哎，对，吃这个，对。换一边吃。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有啊，这个是有啊，对，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有味道的。还有味道，哎、嗯，不管说是走这个，或者走这个，都是有味道的、嗯，这都是有味道。我至少不要马上拐。对 对, 对。我往这儿放一个，我觉得我都想走，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拐确实有点。哎，对对对对对，我走在这里，你怎么办？你敢走这个吗？我这一跳，这里面味道很多呀。嗯，
随时这个飞了之后味道很多，我是想这么下。嗯嗯，我特别想这样那个，但是你这一拐啊，那你不管走什么，我都下决心要吃你了。对，嗯，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感觉我是觉得拐之前应该先闹点事儿。他是走的这个，那我也觉得这两个别走了。他既然走这个，你再往前走走。那个大吗？不大吧。这是黑棋的一个，黑棋可能想简单了，下面先便宜一下，上面再便宜一下。对对对对，有点早，有点早，早了。如意算盘。对，这白棋呢，你拐完之后，他反而不去围了，他那个后了，不会后了，他可能他，你看他顺手来这个了。他哪怕上面先掉，下面再拐，会不会也？我就是说，应该先走再说那个。啊、哦。觉得这个有点简单化了，但是现在呢？给评分呢也说现在还是差不了太多啊、哦，但是白棋就是为中央 好白棋分高一点，白棋要好点、哦。白棋这个下法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尖冲完之后马上靠在这儿。对，靠，他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直接挡呢？他是不是这个？连扳。会不会这样？嗯，我猜想。我如果打吃还原了。嗯。我如果立。利那我不是啊，我就便宜了。对对对，当做便宜了，下法就不一样，我就已经便宜了，那走轻了，下法不一样了。嗯，也是一种，是吧？嗯，黑棋他实战是想要啊，他是搬先搬先搬，然后这样，然后呢再走这个，他是断的吧？不，单长的，单长的。嗯，单长，你如果粘，我估计他是拐。嗯，他觉得这样有个断，这个地方有个断呢，下一步有断。对。比如说你再往中央走，它这个断一个也是味道很多，嗯，可能他不愿意，白棋这个满意，所以呢他再爬一个，希望你常往我再走，你拐就后手了。嗯，这个断一个很麻烦的，这个断，这很麻烦，因为不能打在这个地方，是吧？不能打这儿，如果打这个它长，我这个味道很多，很怪，我这边不行，我只能挡这个太多，这边里面是个大头鬼吧。可以吃个大头鬼，可以吃个大头鬼，对，这个可以，可以吃个大头鬼，对，扑，对，不，先扑，对，扑完立，嗯，粘上，但是这样走完之后呢，白棋就往这儿放一个，就以后有所不同，嗯，脚上有点味道，不，就有不一样了，哎。你这个棋就是先手了，我得硬一个是吧？不硬的话被一跳，是。对呀、啊，这个棋。那我要这么吃的话，它不是紧着气吗？又变小了，是不是？这个还先手，还是先手？不，这个有紧气的可能性。那以后，这个还先手，它反正让你弄得不舒服嘛。越吃越小。越吃越小，它下法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断完之后味道太差了。嗯，不能这样，这样不干净。好，实战他是爬一个，然后白棋顺势断，他立打吃。嗯，这个不能跑了啊，走这个，他就提一个，看着比较笨拙，是不是？对。当然这个形状不如这样了，是吧？嗯，不如这样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呢看着是黑棋的好像还行，但是它比较厚。嗯，是这样吗？是搬了一个吗？对，现在搬了。现在搬。嗯。现在搬的时候黑棋的白棋开始。他走的这个，对，选的这个。开始进攻。进攻。这个棋。嗯。搬一个他进攻。我有没有走狠一点下法啊？他是就跳一跳不行吗？跳一跳不行吗？哦，他这个拐过了啊，拐过。哦，对，是吧？是拐的，是、嗯、是拐的。跳一个怎么样？你大概会走这个，我觉得啊，有可能走这个。嗯嗯。然后黑棋走什么是吧？对，黑棋。再跳，嗯，哦，胆子大一点，走什么？争取是在活在空里边，是不是？走什么？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攻。嗯，你可能这个就想刺。想刺，好，刺这个粘上。嗯，刺完还是再补回来哈。嗯、对，这个。这样的话，走一走就已经有了眼形。先活了的，就是我让你来吃我，哎，让你来吃。这样的话，我的只要活出来了，形状，我这空先捞了，你也得，我空捞完之后呢，你也紧张啊，嗯，怕空不够啊，对，这样活起来是不是会舒展一点？如何？我觉得第一杆啪啪啪两跳，嗯，也不好吃，白棋也不好吃，你不能让我跳这个吧？这形状不对。你走什么？你刺我哪个？刺哪个我能粘哪个？就粘上。反正我这个叫七长一指，五眼自活。我把你拉长，那眼位也慢慢就撞出来了。是的。这样呢，就给你拼呢，我觉得胜算高一点。你走这个，我就靠一个，没关系呢。我做马眼呗，如何？挺好。挺好啊，得到你的赞同，我很欣慰。然后他走这个尖也是一。常见，如果你他希望这样，但是呢，他来个这个好棋，我认为这个形啊，就是眼位差一点，黑棋，你觉得呢？对对对，下步眼位不如这个跳啊，眼位是会多，嗯，你往两跳，主要是黑棋这个方向啊，嗯，刚好去冲着，哎，对对对对，他有一个这个其实他有准备了，嗯，这个是不否有点，它是长的啊，嗯，是长的，嗯。长的话，它是压一个又长一个，对。然后黑棋这里搭眼，对搭眼。我说黑棋是不是下的稍微有点不明白？对，黑棋下的有点这个步走，这个节奏有点缓，是吧？他走的是有点缓的感觉，嗯，就下的很厚重。你看黑棋的棋都走的一个子挨着子的。对他没有威胁。如果断呢？断不行吗？断，断大概你会长，我觉得啊，嗯，你会长一点，是吧？再长，给你的断头绪多一点，你大概会长这个。然后，我这个棋再走这个。将来这边有下法不同，有个分段。比如说，你如实战所走这个，嗯，对吧？我这个棋啊，我这个不是先手吗？这实战，嗯，那我下法不同了，我这棋有可能我要反攻倒算了，哎，对对对，我要这样了，攻你了，你这块先给我说明白，这还有断，然后说明白再说。是的，实战黑棋下的好像下法有点，对呀，我这样不是对于对方有所威胁吗？嗯，而他这样就直接的长一个给他粘上。没啥毛病了，对，没有毛病了，这个已经失分了，我觉得失分了。这个棋，要么断，要么连扳，嗯，连扳也可，连扳也不错，连扳你走什么？你是打吃还是长？打吃，打吃吧，打吃，先打吃，哎，对，这样，嗯，这样，应该是这样，这样，然后我这样，是吧？这样呢，给头绪也多，也不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棋流呢？这样我也是欢迎的。哦，这是欢迎，是对，这个欢迎，这个给你走一些有头绪。这胡的话，哎呀，这样我更欢迎。对，哎，这样下法黑棋啊，有的下。哎，你反正也有毛病，就你也有各种的味道。总之不要自己一味去。不，他这个是白棋子很欢迎啊。一定要把白棋也拉进来。对，我自己旁观者，我自己觉得我就没毛病了。嗯，你要么靠了断，要么单跳，或者扳了，要么断，要么连扳。他这个就简单化了。这个你再拐我挡住，这个再断就很辛苦了，就很辛苦了，就差很多了，已经差很多了。是啊，或者是我跳一个也联络形状了。这本身也是个联络的形状，嗯，本身就你分不断我，你这不是走的我特别希望联络的吗？我自身没毛病，你自己整个去马眼去，而且你这个眼还马的不确切，他走这个，好，是这个时候挡的吗？这个时候挡的应该是，
这个时候才挡，是吧？对，现在这个时候挡，哎，这个时候啊，已经黑棋失分了。比如说你这个缓了，这个走法，这几招棋都是对白棋没有威胁，嗯，使得白棋都高兴哈哈笑了。这个你给他走的那么厚，你这几招棋已经失分了，你在这走了半天，眼位两个眼位也没确切，你本身两个眼就算做眼，你也不在，也不没有到位，对，也不是做眼的方式。中间黑棋的处理方式啊，不行，这个处理方式有问题啊，有问题，你这个处理方式有问题。这样白棋挡，实际上现在已经是白棋的好棋了。我们前面说这一挡其实有一点先手的，对，是吧？先手，这里边是接下来后面的后续手段，我们知道，实际上挡很大。对，他我本来以为觉得飞一个轻松一点，他是搬，这个也其实也没关系，飞了长这个也可以，他是补了一个这个。对，嗯。我倒觉得你赶快补这边，还是补这边吧？不，要是我，我可能走这个。哪边紧更紧急一些？走这个，走这个，啊、走这个，搬了，我给哎对对对补活活了。哦，这还没活，还没活，还没活、啊，还没活。哦，还得这样，还得这样。这个棋那还要搬吗，刘老？啊，我给他那个什么了？搬过之后，就是说，或者说我干脆就断，也是一招棋。给他生点事儿，嗯，生点事儿，要我就干脆断一个，是得有点麻烦给他。他是走什么？他是走的这个，对，他补这边了，补了。那其实白棋这个呢，实际上是个联络的形状。对，你刚才没有断，这个已经失去机会。现在他这个幅度拆三的幅度啊，要断它还很难。嗯，这个呢也是一个有很厚，就是说你要吃它或者分段啊都很辛苦，然后。该白棋，白棋啊！这个时候我以为他怎么，他这招棋实际上好棋啊，好棋！哎，他毛把这个弱点给补一下，哎，你不管走什么，他在这儿搬了连搬，他的形势好了，嗯，形势已经好了。而这个时候，我以为你可能走这个，或者这个，对，哎，这两个选择，他现在来了一个这个。抢这个空也好像有失这个主战场，对，脱离主战场了，有这种感觉，感觉有主战场脱离的感觉。难道觉得这里是先手吗？中间那么多大，这不如这个大吧？这个扳是后手啊。对啊，我们说这没那么多，围了十几目，没那么大，那扳了还要退一个。哎，这个就算围二十目，但是中间现在是该白棋下。对，这里落了一个后手，落后这个已经脱离主战场之后啊。这个时候就一边倒了，我觉得白棋哪怕搬了连搬，应该说白棋不差，就哪怕不杀他，哎，都不要杀，这就直接连搬，让你选择，你是打这个打了出来还是走什么，你选择一下。如果实战这么走的话，是不是棋局会漫长一点？我要是觉得这么下，其实很温和，也是形势已经是不败之地了。哎，对，有点感觉。那前面的效率，黑棋的效率啊，没有白棋好，嗯、但是这个棋就可能我们现在还在讲，没有结束，有可能在漫长的收官之中。对，现在他实战的景山呢来了一个。哎呀，要杀棋，这是他，我们难得看到他的，而且我们以为搬着锦旗，结果他直接，嗯，连打劫都不给你。我们老以为搬，大家老说呀，结果他还说我还怕你这个呢，还给你这个，干脆就不打劫了。本来这个打劫当然白棋好了，但是他连机会都不给你，就直接粘呢，你只有收气，这没得选，他再走一个，你再收气，他再。紧着气，他也没打吃，反正打吃也一样，其实后来是一样的，嗯、直接吃，搬，哇，他提试试你的决心。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决心呢，连搬我觉得很好了，已经可以了，让你去做俩眼拉倒，他就上手了。所以我就说，大家老说日本棋手其实是比较本格派的啊，嗯、这个收官的、嗯、功夫派的，你看。嗯顶山九段，我展示了一下杀棋的力量。我不明白这个段怎么样？段是不是感觉这个会好一点？这个头绪更多一些。哎，对对对，我在想啊，
这头绪会多一点。嗯，要是我可能断一个呢，嗯、会感。我们前面也说，嗯，对，他是在长长一个，对，我这个是先手啊，这个先手啊，嗯，你挤我还是走什么？我这个先手，这一坐不是眼吗？嗯，你看你考验你一下，走什么？嗯。这个棋呢，就前面先交换过一手啊，对对对，交换，下棋之前对对对，交换，这是你的，这个以后随时啊，嗯，这个有先手，明显的先手的感觉。我现在要不要拐一下？那就我就先活这门再说了，先活这门再说了，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对，先活这门，然后这门你就冲断我再说，哎，对对，这样呢是个拼命的办法。嗯，黑棋只有拼了，这个时候还守吗？这是拼呢，是你的好像是不说唯一的选择吗？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该出手的时候了。是，嗯，他还不拼的话，只是这样从这个缝里出来，可能就完了。我觉得啊，这个可能这个时候其实黑棋还有时间，嗯，而且是两条路，一条是在这里想办法，一条是从。嗯，这个是吧？对，中府想办法。反正我是觉得断一个就变数大，嗯，他走这个呢，被这一跳，你再走这个，人家双，再走这个，人家走这个，这个地方他已经没有什么变化了，那么他就靠在这儿，他就退，嗯，这个地方要断，哎，你只有你走这个这一段就完，你走这个他长，嗯，是吧？这个地方给他在这个空间来折腾，这一代黑棋是不是觉得心中默认了白棋这个拐是先手了？所以他不默认，他用不着这个先手了，用不着了。现在白棋不用这个先手了，就已经你没有两个眼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眼了，只有这一个眼。对，我是说，就是当初他没、嗯、就是没有断，嗯，没有断，选择搬是不是？这里可能也可能他，但是断会头绪多，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他在这个地方去选择，如果打吃完，是不是还靠一个好一点？靠一个可能也没有什么，是吧？不知道，好像也看起来也都挺危险的。我现在也好像没有办法。黑棋有点危险。危险了啊！黑棋太危险了，他走的这个，嗯，然后他点进来。这个先手看来对他没有威胁，嗯，还是没有威胁是吧？这里没有眼，没有眼，这都没有用，是吧？哎，而且这边头长过来之后，这拐真是要绝仙了。他是双的，他靠的，我自认为是冲过来好像可以。哦，但是这不是，这是里边我们是不是漏算了什么？我这里感觉是不是有点紧？我以为是可以的。啊，是吗？嗯。要么就是冲了，断了。嗯，断一个，是吧？对，先断了再说。断一个，可以考虑一下啊。先断一下。断一下再说。嗯。好，再猴一个。猴哈。嗯。是不是有点什么东东？这害怕。先一个。他害怕，嗯。他害怕，可能。有可能是害怕吧。这个不理解，不知道，嗯，你还能有东西吗？这里是什么？嗯，有点复杂，它这个，嗯嗯，还是这个是偏长，冲了再长好还是什么？只能冲了，走这个它有可能走这个吧，是不是？嗯，冲了再长吗？嗯，再长，这样也没有东西，好像这一段也。也是要命的，是不是、啊？这个中间有没有气？这个气，嗯，有可能有点啥东西吗？走这个，就这个，嗯，走这个有可能。哎，这个还是有可能的。白主要是白棋气有点紧哈，会不会有什么漏算？走这个这是有可能的，这已经有可能的，这已经出棋了，嗯，有可能的，这个有可能，
啊，已经出奇了。现在这个也不怕，他就走，啊、他走这个也把这个吃了也行，就把这个吃了，他吃这个。啊，那他把这边断掉。啊，对对，然后再来煎、这个、把这个吃掉，把这个吃掉，这个、啊、再来吃这边，吃这个也可以，嗯、也能赢。可能黑棋白棋的下法比较多。不是，你这是最佳的办法，但是不容易，这个走成这样不容易。嗯，好，我们看看他走什么啊？景山的选择是干脆要。吃的更多，不要下这么复杂了。不，他不冲过来，我以为是冲过来就可以的。他就选的比较简单。对，他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在挤，他都给你，都算你的，粘上，老老实实的，然后让你在这个地方再来做眼，他是靠了一个，搬一个，搬一个，对。然后拐，你看白棋下的多结实啊，够狠，够狠，够狠，靠，顶一个。啊，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吗？看看我如果飞你一个呢？先飞啊、保留一下变化。嗯嗯，这还是拖吗？还是拖过吗？你啊，拖一个也当然也可以。断一个？不，断一个，断一个还有这个可能打吃打劫的可能。嗯、你最俗的是这个，最俗的打吃。最俗啊，冲吃，这样就解。但是虎它不冲呢？不冲那就没有啥东西，不冲走什么？走任何东西我粘上，或者打吃，走任何我都走这个。这个也不行，这个没，好，实战他走这个，那简明这个棋就已经读秒了，好像没有啥。他这个走法，更加的那个什么了。这个时候应该说黑棋就到这个时候啊，回天无术了。啊，只要他下决心吃他，嗯，我觉得已经是没有退路了，没有了，没有看不到活路，没有活路的，没有活路办法。嗯，应该说是没有活路。他走的这个，还有什么可能？这个是不是好一点？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性？这个时候他还是要点吗？对，点着、还是要点。这样，然后这样。对，这样。哎，你又走这个也行。对，也这个也没有路。好像也白棋黑棋也找不出第二只眼。路也很少。实战，我们看实战啊。这地方黑棋已经很难了。主要太厚，现在看出来这两个是极恶手，是极恶手。开局那么早把它交换掉，这个地方那味道那么多，是你让人家那么厚，这时候多一个子对这个几个手，这个都变数很大了，变数很大，这个就很难说，好很多，很难说了，这就现在这个，然后这个让白棋看得清楚了，他你看他下巴看得很清楚，这个没得选了，这就一条路走到黑就完了，然后走这个就可以了，也没有什么了。有东西吗？实在是没有吧，不像有。对，没有了吧？这个就可以了。然后他是走的，走这个啊？你说，我就看看这个走这里，这个、你看看，还有你还能够有，也很难，这太厚了。搬是先手，对吧？嗯。还有哪个？还有什么走的？还有什么走的吗？替他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想不出了。这个就。特别简单，实战也一样，他都补在这里了，因为他认为这边呢你下不来是吧，他把这手棋花在这边，他展示一下这个、展示一下这个也没有用了、这个就回家，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基本功，这只要觉得没棋即可，对，然后断这个这块棋，只要保证不出棋，没有什么，保证不出棋就完了。你走这个，我说这个就算了，他还来个狠的，这个是不是？实战，对吗？对。实战这个，然后团。对，这一段，这个没有的选了，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没有的选，你走这个也一样，他靠你一个，靠了一些。确实是黑白棋已经是一手棋就连回家了。不是你这个棋，你这个也已经回不了家了。
你走这个我就全吃了，你走这个也没用，这个我断也行，冲也行，都可以，断也可以，好像没这个下法太多了，对，下法有点多，他反正这个经常他们有一句话说我不会下了高手说我赢的方法太多了、对对，我不会了，不知道该怎么赢你了，对对对对，他们这口头禅说我不会了，你给我下的我不会了，这是高手啊，故意说这个调侃的话，对对对，他要一赢了就说我不会下了、这是开玩笑的话，赢到不会赢了、不会赢了，这个时候还真是有点让白棋不赢法太多了，如果只有一条路，这个棋啊我们觉得下棋有意思，如果多条路的时候我说我不会了路太多了，如果一说我这个哪条路都路路通，那我就不会下了。所以这盘棋其实从这盘棋内容来看好像有点差距，有点悬殊啊。这盘棋我认为是景山裕太这个比较发挥，或者说、对，或者说对方好像不在状态，对，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这个你觉得变相一有点没有不如意是吧，没发挥好、没发挥好，原因、这个、我觉得这个从实力上来说是吧，不应该是这么一个意见，你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哈，那一定是这样的以前呢说中国强韩国强，日本呢有点落伍了，这大家好像说了时间比较长哈，因为他成绩说话嘛，将近十一二十年啊、大家都这么说，好像是落后于中韩的，对，最近日本比较活跃是吧，活跃一些，包括之前有一个元老赛，你发现了吗，就是在成都举办的一个吧，对、好像日本拿了冠军，这个是聂伟平杯，对，一个四位元老加一个新秀，或者加两个，是不是？三位元老加一位女子元老，再加一个新秀，对的，五位，舞台，是。居然日本队是把中韩全都四，你看他说居然，这还说明大家印象有所不同，两场都赢了，他说居然，居然赢，这个这居然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已经？对，已经一般信息量比较大。对，你说居然就说明这之前大家的印象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意外的，日本队。不像当年我们那个擂台赛那个时候了，完全不同了。是，现在大家居然赢棋的，居然赢了，赢棋成新闻了，是吧？今天是居然，赢棋是个大新闻。对的，实际上应该说，这个日本队，也还是有底子，还是很厚的。这应该说我们平心而论，尤其现在啊，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日本的那个电脑还是很发达，他们这个研究这个 AI 的这个水平啊，而且那个接受新的东西，我所知道的，他们老一代包括小林光一大竹啊，聊起来对这个极大的兴趣，而且他们都看得比我们多，是吧？我跟他还在不断的研究，对，他们那个兴趣反而我觉得比我们这个要兴趣还要那个，一来中国就在问这个，你们那个怎么？那个腾讯那个野狐决议怎么着就聊这个话题啊，很感兴趣，很关注的，很感兴趣，对，所以呢这个互相学习，大家是一个这个居然他们赢，这个我们也高兴啊，这个大家互相学习嘛，啊，对，是吧？对，我们就说这个三国擂台赛，如果对日本队老是这个当配角，是不是总是下几盘棋就出局了，那么也不是很好看，是吧？是这个这样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三国擂台赛，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大家互相一个竞争的状态，是吧？互相学的是吧？好，这个棋呢走成这样，这样是不是啊？这样的棋走成这样之后啊，它这拐是最后一手，这样呢就说是把这块棋全杀掉了，然后呢黑棋这个也回不了家，这叫大胜。对，这个一拐，这个本局的最后一手，对，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战。这个都吃掉了，这个都吃掉了，这个都吃掉了，而且这个也吃掉了，惨烈的啊，黑棋比较惨烈，这个就真的是没法下了。这个不用，这个没法下，对，实战就到这个时候就结束了，大胜，最后景山裕太获胜。
那么终于他有了一个二连胜，就是说前六位都是一胜。哎，对。就这个他现在是二连胜。嗯。后面更加精彩。后面是。因为中国还有三位。嗯，是都是很强的，还有李清城、李玉婷、柯洁，哎，我们还有三员大将，三位完全有，我们有信心，这个三位可以期待。对，现在日本还剩三位，韩国剩两位，只剩两位了。韩国还有个深圳信，大深和小深啊，二深大小王，一个深圳信，所以呢，后面更加精彩。是的，我们期待我们的这个我们中国队三位能够。很好的发挥，取得更好的成绩，是吧？是的。好，那么今天呢，也是感谢刘老啊，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个日韩的这么一盘杀大龙的这么精彩的对局啊。那么明天将由中国队这个登台挑战和景山裕泰，对，一决胜负啊。好的，好，希望各位观众继续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刘老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再见。